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今天我来到60公里以外的一个洞寨来参加月地网活动，刚刚喝了3杯蓝莓酒，现在头都有点晕了。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农村的理发店。就很厚啊，来，我来帮你拿，来。只要到这个寨子的客人，这里的老百姓都会盛上一碗糯米的油茶，很香。这个泡茶很香。来，五个蛋呢？好。新年快乐！这个寨子里面有一口古井，我在这里尝一下这个井水，这个瓢很重啊。寨子里面的单身的男孩要到单身女孩的家里面去讨米酒。现在小伙伴们把这些漂亮的姑娘们把她们领出来。我会跟你讲呀。
男方的家长已经看中了女孩子，拉着他们的腰带，准备随时抢。开始，现在开始抢了。好，现在开始抢了。现在只要见到女孩子就抢，抢到就是你的。拉着女孩子到家里去喝茶。现在拼命的拉女孩子，只要是你喜欢的就拉到家里去喝茶做客，就像相亲一样。刚刚是下面那个寨子到这里来抢。等一下，这个寨子又要到隔壁寨子去抢了，他们要搞一个简单的仪式。现在他们那个寨子的女孩子会在这里，我会举行一个仪式，我要在这里跪歌，跪完歌以后，就像刚才在那个寨子一样，然后开始抢女孩子。现在在举行的是集体大多耶，说明这个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。等一下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多耶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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